正在做演出之前的化妆、服装等准备工作。其实我想，还有脚时就要面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呢，我的亲人呢，我的朋友，还要面对所有支持我、爱护我多年的观众，我心里特别紧张。那同时也希望做最好。每年的春节晚会就这样参加了好几届了，也就是跟蔡明感觉一样，就是越来越难，压力也越来越大，但是总希望能搞个好作品。今年呢，等于是让我们现场唱，就是我们就跟真正的演出一样，这样的现场直播，可能呢就是说在这个思想上来说就比较紧张，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与国际接轨哈，现场直播的这种晚会都应该现场自己唱，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老怕演不好吧，让人观众失望，我是拼命要把它演好，大过年的大家伙看完了挺开心。平方米上升到7.7平方米，漫步在大街小巷，您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城市在长大，在长高，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观众朋友，现在呢，我是在北京市宣武区牛街的春风胡同进行采访。大家可能看到了这里的房屋建筑呢，从它的外观的色彩呀都比较独特，有很明显的伊斯兰风格。因为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呢，有一半以上都是。观众朋友们，随着音乐电视在我国的发展，我们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电视作品，同时也因为音乐电视的巨大魅力，吸引了很多各行各业的非专业歌手加入到音乐电视的行列当中来。对对对，山崎司令官与慈善会会长钟贤本、商会会长卢长醉共进晚餐，为赈济体育场劳工事宜达成。主家还有我们孙小梅节目主持人啊，对，都加入到我们音乐电视的行列来。我的梦伴着痛苦，伴着欢乐，在青门前沸腾。向前走。所以说看来我们音乐电视确实具有很大的魅力，对，但是这些非专业的歌手加入到音乐电视的创作当中去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也众说不一。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几位展开我们今天的你说我说。好，那么我先说啊，他先说。我觉得这个音乐电视啊，应该主要是我们专业这个音乐工作者的事儿，因为音乐电视它不仅仅是你唱个歌或者我反串玩玩而已，它要有创意，要有这个拍摄的技巧，方方面面的东西。那么你要提高这个音乐电视，如果说是太多这个非专业歌手来参与，它肯定对这个水准是不会提高的。哎，金斗老师，刚才可说了一句，说是玩玩而已。那您拍了我们那八大员，您觉得您当时是玩一玩吗？我们哪能是为玩，我们主要是想出一个精品，因为它只有普及才能提高，没有我们参与进来，它不能达到普及，也不能够促使像郁钧剑这样的演员来提高。我觉得刚才郁钧剑呢，他是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爆炸的冲击波震天动地，这是电影电视剧中战争场面里常见的情形。对，那么在今天的音乐电视当中呢，也大胆地引用了这种爆破的特技效果。神奇的烟火师们呢，他们凭借自己高超的技艺完成了创意中的规定的情形。那么这种爆破的特技效果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烟火师今天将为你打开问号。我现在正在为鸦片战争剧组
筹备烟火爆破材料。这些爆破材料呢，也曾经为音乐电视，尤其是同一首歌，做过炮弹的爆炸效果。这个炸药这个配置好以后呢，我们通过塑料袋包装，再加上电爆管来包紧的，通过电池的引发，它就可以起爆。现在我们正在做的就是人参弹头点，在同一首歌里边用的就是这个东西。血浆灌到条塑料袋里头，找这个纸板铺在底下，为了保护人身的安全。这是药头，完了以后把这药头呢附在这上面。铺在上面目的就是要把它捆破。这个药头呢要和这个衣服面贴紧。一般这种情况就算是附好了一个身上的弹着点。杨师傅，您现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这个在拍音乐电视作品同一首歌的时候，您是怎么样去达到这个导演要求的这个爆破效果呢？我布置了大量的爆破，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集中的，有意识的呢，让它把爆破点呢集中到一起，感觉它就有力度、有密度。这个是当时那个同一首歌里边放的黑烟，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咱们说的卫生球。燃烧以后呢，产生大量的黑烟。目前现在我正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通常用这个方斗和软木砖作为爆炸的辅助材料。这个方斗有方向性，软木砖呢崩碎了以后呢也不会伤人。这个是鸦片战争道具部门做的一门假炮，我们再加上火药，另外还有那个火药头，通过电池引爆，它就可以瞬间产生大量的白烟。说到危险性，我们的火药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但是如果按照科学办事，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这些危险都可以避免的。当时在拍摄音乐电视同一首歌的时候，导演安排了一场戏，这场戏呢就要求几个女演员从炮火里边穿过。当时炮第一炮一响以后呢，几个女演员就害怕了，乱了手脚，其实这根本没有必要。赛场如战场，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今天参赛在这里一展风采的，究竟是驰骋歌坛的老将，还是红杏出墙的新秀？是叱咤风云的男士，还是风姿卓越的女孩？让我们拭目以待。飞旋的欢歌笑语，迎接新